招呼就要把你吹一吹，开通。你要是听招呼了，循规蹈矩了，又可以增长你的善根，开发你的智慧，你的吹一吹开通了。咱们这。为什么说了五遍，就是因为代表五方，代表东方金刚部，南方草生部，西方莲花部，中央佛部，北方邪魔部，这五方五部五乘小五乘。所以啊，第二句句上就说，吹速能，第一句说速能成就调炼法，吹遂开通妙难处，无方无不有五乘，岂在入意宝莲华。他能吹碎也能开通，这种的妙处啊，是无穷无尽。那么五方五部表五乘，这五乘啊，就是说的菩萨乘，声闻乘、缘角乘，还有人乘、天乘、地乘，无乘的众生啊，就得到脚无。举灾入意，都能一切灾难消灭的，能得到入意。将来呀，做的大宝莲华，那么如如不动了了成名。
常常念这个咒，但是啊，我怎么还会撞车呢？我说了，撞车死的没死啊？没。如果要死了，你就不知道。来问这句话，你来问这个句话，这证明你还没有死。既然没有死，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念这一句咒文的力量，指定你没有死，指定你车碎人不伤。我在撞车的时候啊，也没有念这个咒。那你平时啊，念了，大难急难的时候也会得到感恩。我平时也没有念，那你会在听见过人家其他人念。也得到这个感应，我也没有听见其他人念，那我怎么呀有这种的灾难，也就没有受什么伤呢，车碎人不伤呢？那我告诉你啊，亏得呀有这个人念这个咒的时候啊，那个风吹过去，吹又吹到你那儿了，所以呀，这种咒力的功能也令你那个车碎人不伤。哎呀，这个咒的力量消灾难于无形啊，免罪苦于未知。你不知道的事情啊，默默中因为你吃这个咒消灾免难，所以啊你才能啊很健康的到现在。可以说一切灾难化吉祥，变成吉祥，变化成吉祥，歌唱顿消。这个我们人呢有一种障碍，好像一修行就有魔了，这个魔来啊就是啊令你心忙肉跳的，坐卧不安的，令你啊打坐也忘了，精神头脑昏沉啊，总而言之啊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躺着也不是啊，你那个心里啊就像那个油煎饼似的啊，在那煎的滋滋哇哇在那叫，这个躺到啊这个床上啊，就像啊用那个油啊在那烙饼似的，翻过来烙一烙，再翻过去又烙一烙，总是睡不着觉，总是在那拿妄想啊，你看奇怪不奇怪？这是为什么？这就是业障发现啊。所以啊你的歌唱能顿消，即刻就消除啊，这个咒力呢放大光明，愿成般若波罗蜜啊，你能啊修行很快成就你的菩提道果，很快就到彼岸了，愿成也就圆满了，圆满你这个智慧能到彼岸，就是啊啊，你呀、啊，能开发你这个智慧的这个矿，得到真正的智慧了，得到真
正智慧的宝藏啊，啊，所以才能啊，福慧庄严，福也圆满了，慧也圆满了，寿无疆，你那个寿命啊，也就无穷无尽了。这是这个377，下一句呢是西西盼，这西西盼呢，也解脱，一切都解脱了，一生这个道，所有的障碍都没有了。这一句的文是第四会的278句。这一句的文呢，接着前边的空乳来唱，不空乳来唱，空不空乳来唱，还是接着那个来的。所以啊，细细看，就翻成空，就翻成虚。就翻成尽，总体来就说是空如来藏性，了一切法理现象，不在无不在，不相。这是啊，中央佛部的咒心，中央佛部的部主是释迦牟尼佛，西方莲花部的部主就是弥陀佛，南方宝生部的部主就是宝生佛，北方结摩佛的部结摩部的部主结摩佛，中方。啊，金刚部的部主就是恶的佛，也就是要体育光芒佛。你这五部的部主，方的五佛，降服世界的五大佛群，这五方啊，各有所指，各有所属。啊，哎呀。管着这个结膜外套，结膜里外，所以这也一句的这个解释就是：空如来藏，佛不起，解脱开通是你，妙意难寻。压起，注意保住变化身。啊，说这个空如来藏这一句啊，是佛部的正心，佛部的正心。这包含呢，这个盼字就是解脱，解脱了啊，不绑着了，就是把一切的障碍都解除了，没有障碍，解除，开通你的智慧，使你直视一切众生的脾气。不得，这一句咒文的妙意难穷啊，这个不可思议这种义理呀，说不完的，难穷，说不完，无涯际，它也没有个一个边际，也没有个涯盼啊，也找不着边际，
宝珠变化的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那个如意宝珠啊，那种啊，随心如意，变化无穷啊，不是你这个想象中啊所能知道的。
见马，那么准备什么？那我们现在去念这个楞严咒，这个楞严咒它的说明就是楞严经，因为楞严经才能懂得楞严咒，懂得楞严咒了，我们要啊感谢这个楞严经，所以啊，归命镜头啊，这个大佛经手楞严经啊，这一部啊，这一句啊，赫赫拉，赫赫拉翻译过来就叫无比的日光。所以啊，他们这一句咒文也是啊第四位的第380句。这一句咒文呢，是无比的智光，智慧之光，没有可比的大智慧光。所以说，无比智光。清净皎洁最胜天，这是啊，有优点的智慧，照耀啊，只有清净嘛，就哎呀，对，我愿知圣保生故，我愿知圣南方啊。南方已经化成雨，当南方呢已经火，按照五行呢已经火，化红莲现在啊是常常在火里啊化红莲，还叫化红莲啊，这两首偈颂呢。